哎嘿，说涛姐，今天我是个重重大将军，正在草坪上占领地盘呢。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，咱们这地盘已经够安全了，现在只需要安安静静的采集点食物，继续去招兵买马就行了。嘿，在自己地盘上行动感觉真好，嗨，安安全全，果然一个敌人都没有。先来视察一圈啊。哦，这回我们的地盘上有四朵雏菊，上面会产花蜜的，那就派出一点小蜜蜂收集花蜜就行了嘛。这回我们的目标是收集100点花蜜，为我们之后的行动打下基础。那就等那几个小蜜蜂慢慢的收集就行了呗。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没有敌人了吗？这怎么还有敌人的兵役派出来抢我地上的花蜜呢？我以为这回真的没有敌人了，就地上的这些花蜜都没有防范的，快再多派出一点兵仪，咱们赶紧把地上的花蜜也收集回来。哦，那既然地上都已经派出这些虫虫士兵了，空中肯定也会有人来的，咱们就派出一点野生黄蜂，嘿，这样咱们的空中力量也就有了嘛。知道他们在觊觎我们的地盘了，咱们就提前做好准备，哎呀，把他们这个敌人通往过来的巢穴给他捣毁，敌人应该就没有办法了吧。哦，现在对方也派出了一只野生黄蜂跟我的小黄蜂给对上了呀，快，咱们这边不是有好多黄蜂吗，快群起而攻之对付他呀，嘿嘿，终于有援兵过来了，还想跟我抢花蜜，扎他扎他。哦，对方的野生黄蜂坠机了，嘿嘿，怎么样啊，现在这空中已经是我占领了，嗯啊，咱们的这个花蜜也已经积攒到80几个了呀，距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了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专门注意空中去了，怎么下边要被臭虫偷家了呢，快点，赶紧派出一个小士兵，哎，把他堵在门口，得顶死你个可恶的家伙，居然还敢偷袭，现在不管是天空还是地上，咱们这个军队都已经遍布所有的角落了啊，只要再收集几颗，咱们这回的目标就可以达成了。哦，马上我的甲虫也要到他们对方的巢穴里面去了呀，就让你们无回天之力。哎呀，下面这小臭虫又过来了，哎，不过我成功收集到100颗花蜜了，可以撤退了，就不恋战了，我还有正事儿做呢，谁跟你们似的一天到晚到处乱晃啊。那现在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咱们就在草坪上选个远一点的地方侦查一下，看我们这边还有没有士兵被敌方抓走了。好了，这边好像有个池塘，我们还没有去过耶。哇，水莲花蜜咱们还没有收集过呢。哦，敌方派出了这什么水甲虫来对付啊，这是以前没有对上过的新物种啊，我们只要在他们的进攻下坚持6分钟就可以侦查完这片地方了是吧。哦，他说这么小的湖就想阻挡我们，他居然会游过来呀，那等他过来的时候我得在门口找一个什么这甲虫对付他，犀角甲虫，就派我们的最强战力对付他好了。然后要派一点普通的小蜜蜂收集一点花蜜啊，不然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呢，来快点收集水莲上的花蜜啊，又有水甲虫过来了。还好我们的犀角甲虫战斗力还挺强，对付个把那水甲虫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哎，下面的这条路我们的小甲虫跟对方的小甲虫也对上了，哎呀，及时派出援兵就可以避免应战了吗。哇，这回敌方的攻势很猛啊，他们居然派出了野生黄蜂来跟我抢花蜜，那我们的小蜜蜂肯定打败不了他们，我们要赶紧攒点钱也派出野生黄蜂了。啊，水甲虫要冲进我们家了，这花蜜用的也太快了吧。哦，快点收集花蜜啊，怎么手头没钱了。哦，下面这条路还好不会有水甲虫进攻过来啊，下面没有水路，那在下边就随便派出点虫虫先抵挡着再说，我们主要把精力放在上面。又有水甲虫来偷家了，差一点就跟我的那小甲虫错过了呢，赶紧再多派出一点援兵，怎么办，没有花蜜用了。这下边的战场啊，还勉强可以抵挡得住，上面也成功抵挡住了水甲虫。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，我的小犀角甲虫！坚持住了，坚持住了，上边暂时没什么危险了吧？慢慢的收集花蜜就行了。下边，哎呦，下边这条路，哇，我的士兵就被打败了，对方也派出了犀角甲虫，那我也派出个犀角甲虫对上他好了。没有花蜜了，快快快搞点花蜜回来，捡一下地上的花蜜啊，咱们家的小公爷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下边还没有解决，上面的水甲虫又要来了。现在下边增加一个远程的臭虫助攻，然后上边没钱了没钱了，快点给我运一点花蜜回来呀，那水甲虫要到我们家门口来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，来不及了，只能随便派出一个小型甲虫先对付他一下。
哎呀，犀角甲虫怎么要5个花蜜才能生产一只呢？哇，这许甲虫差点就钻到我们家门里边去了，还好及时赶上了。哎，现在可以派出犀角甲虫了。哎呦，下边的战场又只有我的远程臭虫啦，怎么办？这回战况也太艰难了吧。完蛋啦，是犀角甲虫要冲进我们家啦，手头拮据，只能派出一个小型甲虫对上它。我们家怎么就穷成这样了呢？它冲进我们家了。小甲虫没有赶上，我们家的巢穴被捣毁了。我们家失守了，明明敌人的巢穴被我们攻击的只剩20%了，但是他们居然挺过来了。赶紧，我们在巢穴里面再坚持一会儿。只要再坚持1分钟，我们就可以探索完这片地方了，就可以撤退了。快，免费的工蚁再多派出一点出来，再用便宜的臭虫抵挡一下啊！只要再坚持20秒就行啦，撑住，撑住啊！我的巢穴也只剩20%的进度了，要被捣毁了。快坚守住，只要守住20%。支撑10秒就行了。现在我的空中也没有人去收集花蜜了，只能用这个免费的小工蚁来抵挡了。快，赶紧生产出来呀！最后6秒就行了。我的巢穴没了。没有想到在最后5秒的时候，我的巢穴被捣毁了，也太水了吧！我们赶紧回去加强训练呐，我的虫虫们。那我们这节说啦，拜拜。